各位尊敬的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134页。我们今天呢，要讲《了凡四训积善篇》，《积善篇》里面的第四个故事，各位请看134页的第四行。普天临世，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施人，求取即与之，无眷色，一先化为道人，每旦所食六七团，母日日以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成也。因谓之曰：吾始如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弟，杖之，子孙官爵，至一生马子之数，其子一所点点杖之。初世既有九人登第，历代真因甚甚，福建有五岭不开榜之遥。那么这个第四个故事呢，是讲这一个普田呢，那么这个有一位姓林的这个老菩萨，他在做粉团。那么这是普田呢，是在福建啊，福建普田。那么这主要是讲他先是有老母啊，好善，就是他母亲呢非常的喜欢做善事啊，心地呢非常善良。那么这是呢，他常常在做呢这个粉团，这个粉团呢就是糯米下去做的哈，糯米下去做呢，在上面撒一些芝麻，那里面可能有包一些馅，然后再放在油里面去炸，这叫粉团啊。那么他喜欢怎么样呢？他喜欢布施给穷人，他每天都这样做哦，他不是只有偶尔做，是每天都做哦。那么他做了都不疲倦，一生都不疲倦。那什么人可以不疲倦呢？菩萨的心是不会疲倦的，因为菩萨他无我，菩萨他无所求，所以你清净心布施就不会疲倦。你有所求布施，或者说你为了赚钱而做，那么你就会有烦恼，那你就会很疲倦很累啊。我就跟定风法师前几天跟他报告，我说我讲《太上感应篇》呢，那么要讲2个小时呢，然后呢要准备1个礼拜，但是我跟定风法师说呢，每天都用功到很晚才睡，有时候看了都会法喜的时候呢，就会一直看下去，那都会看到1点到2点。事实上这个是太晚，好，不太适合这样，各位不能学。好，那弘师讲一句话，他说呢，佛力加持呢，那种能量呢，他说用不完，的确是如此。所以菩萨呢，这个老菩萨呢，你不要看他是在卖粉团，他的心呢就菩萨心。所以你怎么样，他可以，你想去做每天的工作，做每天的事情呢，你不会疲倦，你唯有每天想要去帮助人，去利益人。那么你每天想去帮助人利益人，那个心呢，他会跟菩提心相应。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老法师跟我们讲，我们早上起来做早课就是发愿，那晚上做晚课呢是反省，今天也没有做到。所以你每天都这样做呢，这个老菩萨一生都不疲倦。那么天天都用这样来布施，每天都用这个粉团来施人，你要的话通通给啊，
所以老法师说呢，做好事呢能够量力而为，啊，那么决定自己会有好报，不会吃亏。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怕吃亏，啊，所以老法师说呢，事实上吃亏是福。我们讲说吃亏是占便宜，那为什么吃亏是占便宜呢？你看起来好像是说，哎，你钱好像好少赚了。但是吃亏呢，怎么讲？吃亏你是在累积福报。人家说量大福大，啊，心包太细呢，量周杀戒。你有形的呢，你好像你的钱是少说了，但是你无形的呢，你结了很多的人缘。你在布施的过程里面呢，你弃掉很多的悭贪的习气。那么你注意看哦，悭贪的人呢，他就有悭贪的相。那么乐善好施的呢，就有乐善好施的相。我们讲说相由心生。我们上一回提到这个曹彬带兵去攻打四川跟江南，好，他因为他不想再涂炭生灵，不想再让老百姓死亡，他就假装生病。他有，这跟我们佛经上维摩诘居士生病一样。然后呢，这个将士呢就觉得，哎，奇怪，大元帅怎么生病呢？那他就跟将士讲，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烧香发愿，到江南呢不妄杀任何一个老百姓，那我的病就好了。”那维摩诘居士就是这样，佛陀时代的那个大菩萨呢，维摩诘居士呢，维摩诘就是他视线生病的样子，啊，那佛陀就派呢大弟子去跟他问安，啊，没有一个人敢去，啊，因为每一次去呢，就会被维摩诘居士呢，啊，这个啊，维摩诘居士就往往在会啊观机说法，他就用这一种了义的法呢，跟这些佛陀的弟子呢来对话，来破他们的执着。所以维摩诘就是说呢，因为众生有病，所以我才生病；众生没有病，我病就好了。这就是佛的精神。所以这个曹彬呢，他就是这样。所以他刚开始他的相呢，他是有福报，可是他因为这个下巴呢，这个叫鱼呢，这个地方叫鱼呢，比较尖。那陈希以宋朝那个大相士呢，大算命家就跟他讲，他说你晚福不好。那后来他就是戒杀，你看他带兵就戒杀，后来呢他这个鱼呢就比较丰满。那后来就跟他讲说呢，你的相已经改了。所以这个莆田林寺他哦，这样每天施文坛，老法师说呢，他实际上吃亏是福。后来果然他，你看他们无林不开宝，他们代代都出这个状元吉人。所以净空法师哦，他曾经在讲经里面讲说哦，因为他老法师就在新加坡居士林呢，在那边讲经一段期间。那老和尚那时候离开台湾的时候呢，到新加坡居士林讲华严经，太上感应篇也是在那讲的，那地藏经也是在那边讲的。那老法师那时候在那边的时候，去的第二年呢，我就带莲友呢到新加坡寄宿林，哦，在那边亲近老法师大概一个礼拜。那老法师说呢，他假如有因缘的话，他想开一家餐厅呢给人家吃免费的。那老法师为什么会讲这个愿呢？他因为新加坡寄宿林那时候呢，李牧远居士呢，因为他护持老法师嘛，那老法师那时候去的时候呢，他们新加坡居士林的一楼就是很大，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堂这样这么大，一楼很大。然后呢，给人家全部吃免费的，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吃。然后那个，因为他一楼很大啊，左边是佛堂，那右边就是大餐厅，很大的餐厅。那餐厅的后面呢，就是啊这个大寮。那很多菩萨在那边洗菜啦、切菜啦。那我特别进去看，因为他这个都吃不要钱的，所以净空法师说呢，在那边呢，平均呢一天有1000人在那边吃。我其实常常也动这个念头哦，我其实很想说，哎，
如果哦能够发一个愿哦，啊，比如说在我们讲堂下面一楼把它租下来，然后就是不用钱的素食馆，你谁都过去，那把它走呢比较健康的，没有太多油，不要放多太多酱油、哈、啊、盐巴，好、啊，把它做清淡一点的，那给大家路过人可以进来吃。老法师讲说，新加坡居士里呢，从开始开办到一直到老法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一天买米，没有一天买菜。他说米还用不完，菜还用不完，还要送到孤儿院去、养老院去。那我在那边吃过，那他那边吃的呢，跟楼上法师还有居士里的工作人员所吃的呢一模一样的菜。这了不起啊，平等。那不会说哎，楼上吃的比较好，楼下吃的给路人吃的，给民众吃的，吃的简单，没有。啊，这是师父说呢，星期假日呢，居士林最多呢有3000人到4000人去吃。那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我也不晓得居士林现在呢，这个素斋呢是不是还继续开放？好、哦。但是那个是上次给我去看过，我很感动，啊、哦，所以老法师说居士林也没有被吃垮，哈、哦，没有，所以讲堂成立的时候，我就自己起了这个心念呢、啊，我说大家在这边念佛，那么白天在这边念佛听经呢，那中午我们就简单的啊一个素食，有时候是或者煮面也可以，那到现在3年呢，讲堂虽然不是说人流很多，但是呢讲堂。这个每天都提供饭食素斋啊，那到现在呢坦白跟各位讲快3年了，我也从来没有买过米啊，也没有买过面条，甚至有时候面条都多到我没有办法再送纯天禅师啊，没有买过面条，没有买过米，也没有买过，没有买那些佐料或是那些素料，没有啊，所以就是什么老和尚讲，他说呢，一吃一心旺，啊，人丁旺。他说，老法师说呢，新加坡居士林他的原因在哪里？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是好事，就像这个普天林寺一样啊，他每天给人家吃，你只要有钱你就给钱，没有钱你真的饿了那就拿去吃。他林老菩萨这个普天林寺呢，他没有计较，啊，那。一心化为道人，啊，这个地方，啊，他常常做这些粉团施人嘛，那求你就拿了，他就给你，而且呢无倦色，他没有厌恶，他没有厌恶的这个脸色，啊，这个不容易修持啊，他表示说这个普天林寺呢没有贪，没有兼贪心，他没有贪心呐、啊，他也没有嗔心呐、啊。我们人往往都会计较啊，啊，你稍微给他占用一点点，他马上就生气了，啊，你的桌子把他移过去一点点，他就生气了。我们无始劫这个习气啊，所以一仙化为道人呢，老和尚说这个仙人，哈、啊，我们不用去猜疑说他到底是仙呢、啊、还是道人，他说他就是一个穷道人，我们不必去探讨。那么每天呢，跟他守这个。混团呢，6-7团，每天都来，爱每天也没有给钱。那这个老母呢，每天给他啊，日日以他。那中三年呢，如一日。这个呢，平常心讲，只有菩萨做得出来。一般来讲的话呢，一定会起嗔心，要不然呢，要就会起这个兼贪心，舍不得。所以这个老菩萨中三年足一日呢，他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心念。那么后来呢，这个道人呢，老道人知道呢，他很真诚，然后就告诉他的家人说呢，我吃你的3年的荤团呐、啊，那么我应该怎么样来报答你呢？啊，你们家后面呢有一块地，那么你们把它葬下去呢，那么祖孙的官爵呢，哈、啊，可以到一升哈、啊、麻子之数啊。那一升麻子就是说，就像
我们讲说一生的这古代的一个计算单位呢，有这个麻子这么多，麻子就是细细的那种麻子这么多。其子呢，伊所典葬之，然后呢，他的儿子呢，就按照这个道长这样讲呢，就他老母往生以后呢，啊，就把他照这样把他葬下去，啊，然后刚开始就有第一次的就是葬下去的那一年呢，就有九个人登地。那么累代沾阴，这个沾呢，我们上次有讲过哈，这个沾阴就是当官的意思，因为古代的当官都要戴帽子嘛，那戴帽子会有个线，会带子会绑住嘛，好，这个叫沾阴，好，所以沾阴的意思呢，就代表他家里当官的。那么累代呢，这个当官的呢，啊，非常的兴盛。那老法师说呢，他曾经去过福建的莆田。跟建瓯，啊，他建瓯呢，老法师呢，那么住了六年，在福建滞留六年。老法师在那边也有稍微了解一下《了凡四训》里面讲这个莆田林氏呢的林家在福建的情形。那老法师说呢，那个莆田林氏他们的这个那个林家呢，到现在代代还有闲人。那么他的后代呢，啊，他的后代呢都是中不是中进士。就中状元，所以福建呢有这个五岭不开榜之谣，就那时候大家呢就觉得说，他们林家呢啊中这个进士状元很多，所以子孙呢也都能够继续不断的行善积德，然后保持家风，那代代不罪，啊代代不罪。那老法师有讲说呢，这个在中国呢。在中国这个例子很多，那上次我们有提过说，印光大师有讲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三位很有福德的人，那第一位就是孔子，孔子一直到他的祖孙孔德成在台湾往生，李炳南居士还当过他的主任秘书，那么孔德成那个时候在的时候呢，我们国家也特别给他礼遇，好，给他礼遇。这是第一个孔子的这个祖孙孔德成，那他的福报有多久呢？老法师讲说呢，有2500年，所以你看孔子他这样的一个啊，讲解这个圣贤的教育，他中了这个福报，等于名言2500年。那老法师说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范仲淹。那范仲淹呢，他有写一个书呢，叫《义田记》。啊，范仲淹从小呢，他就有救人救世的大志。他是宋朝的这个石勒人。那范仲淹也是一样，一生积功累德，也是不疲不厌。那范仲淹的福报呢，800年。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印光大师说呢，是清朝的这一个。啊，叶壮言，他是从清朝的初年，一直到清末，300年不衰。那印光大师讲这三个人，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这一段里面这个莆田林氏呢，那么这个重点里面呢，啊，我就挑一个重点，就是莆田林氏呢，先是有老母好善这一段，常作粉团诗人，那求其呢，即以之无倦色。那母呢，日日以之，啊，终三年足一日，乃知其长也。那这个叫真诚心。老法师也讲说，至诚心呢，跟菩提心相应。那我们八苦里面呢，佛公们讲八苦，啊，生老病死，那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求不得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得不到。那其实上求不得呢，舍也不得，所以这也是一种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无始劫来这种舍不得的习气呢，能够舍掉呢？只有从布施下手。所以这一段呢，我就是引用《金刚经》里面的经文呢，《金刚经》里面跟我们讲，
他说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礼布施。佛陀跟我们开示呢，他说菩萨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世间的所有一切，我们知道菩萨他是发愿来的，菩萨是成愿再来的，他是要利益众生。所以菩萨成愿再来的时候呢，菩萨无始劫的这样修六度问行呢，他是让他累劫都在去掉他的习气、他的毛病、他的执着。所以菩萨他能够破我执跟法执，就是累世的这种六度菩萨万行成就的。那菩萨对这个世间的一切，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菩萨对一切万法他都怎么样呢？他无所住。所以《金刚经》里面讲的整个大核心呢，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师呢，就是因为听到客人在客栈呢诵《金刚经》，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应无所住在哪里呢？应无所住在我们这念心体，那是我们的性德。我们的性德呢是真空，它是体空寂，所谓的我们讲说一法不立，它是究竟清净的，就是我们这个觉性的，我们这个真如的觉性的这个体性呢，它是真空。所以应无所住呢，是讲我们的性体，而生其心呢，是讲我们的妙用，就讲我们心体的作用。因为你光正的这个心体，你不能够起作用，那你不是大慈大悲。你只能说你能够证得空性，但是呢，你不能够起作用。性体呢是真空，那你产生作用呢，就是你眼睛在见，耳在听，鼻在嗅，舌在尝，手在抓。所以呢，《金刚经》跟你讲说，应无所住，行礼布施。所以你每天在做事情，每天在工作。不是布施，说你一定拿钱去给人家，拿东西给人家，那叫布施。布施在你这念心，你每天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葛凡，他每天做一二人、一二件利人事，拿一杯水给别人，也是一个布施。你跟人家展现那个礼貌，跟人家鞠躬，跟人家问讯，跟人家打理，跟他展现友善的态度，那也是布施。所以菩萨呢，以法应无所住，行礼布施，把它落实了，叫行礼布施。那《金刚经》跟你讲，不自受布施。这个普贤临士呢，他就不自受布施。你明明看他拿粉团，他粉团已经拿走了，拿六七个啊，一天拿六七个啊，你有看到他拿，但是你心没有动心啊。你没有起心动念啊。我们为什么会输给这个普贤临士？因为我们会起心动念啊，拿我这个魂团啊。你怎么可以拿六七个？你拿那么多干什么？你怎么那么贪心？我们这个话就出去了，甚至马上就把他抓起来告官啊，叫派出所来处理啊。斤斤计较啊，舍不得放不下，对不对？你是看到一个流浪汉走过去，那你也舍不得给他一个东西吃啊。看到一只流浪狗走过去，你还不会说给他一团饭啊，还用个石头把他打一下，看他很惹人讨厌啊。所以呢，所谓不自受布施，这个普贤临士呢，就是他做到不自受布施，眼睛在看，但是心不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它是真功夫，它不是假的。那几乎是他没有舍不得兼贪的习性，几乎没有啊。所以呢，不住受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那同样的六根里面，从不住受布施，眼睛见识开始，耳朵听到声音。所以你听到人家讲你是非，
你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不住生布施。各位这样懂吗？但是我们都不是啊，我们看到别人脸色不好，我们马上就住宿布施，心里就起烦恼啊，对不对？我们也就跟着烦啊，他今天脸色怎么这样对待我，我有没有得罪他，那么脸色那么难看，你住宿布施了吗？他跟你讲两句话，声音比较重一点，你说他今天怎么讲话态度跟我这样，你住生布，你住在生尘里面了吗？啊，如果你听得很清楚，可是你没有起心动念，你没有起烦恼，你没有住这个相，那你就是不住生布施，这不容易的。这在六根里面呢，就可以修禅定，而且呢可以修智慧呢。智慧跟禅定不是坐在蒲团上坐呢。如果你不懂得这样，《金刚经》跟你讲不住六尘布施。古代禅宗讲蒲团坐破七个蒲团都没办法开悟，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在哪里修菩萨行，在哪里修布施，在六尘的世界修布施啊，在人我是非里面修布施啊，在贪嗔痴慢疑起作用的时候修布施啊，不是给钱的，给钱那是一个钱方便的。当你看到人家态度不好的时候，那你会不会起心动念呢？你要问自己啊。我现在平常讲我还做不到，那我怎么用忍的、啊、我就是一切法都生于忍，我就忍啊。但是你不能压的哦，压你会压出毛病出来哦。你用转换的，你就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帮他转换，或者你用观照波璃转换，或者你礼佛忏悔转换，你用这样去转，那个痛苦时刻不会太久。那个痛苦时刻，那个痛苦的时刻啊，看你的功夫，你的定功够，你的观照力量够，一下就转过去了，你不会放在心上。否则你会耿耿以怀，甚至把烦恼带回去，甚至带到晚上睡觉还在想，到明天还在想，到后来睡眠品质也不好。心脏也不好，肠胃也不好，毛病都出来。所以不住受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啊，最难修的，我看啊，是色布施跟声布施，尤其是声布施。你只要一听到声音不对，听到批评你的，听到对方的口气不太好，你马上无明火就起来了。这个无始劫来这个习气毛病就很难断呐、啊，那在什么时候呢？他根尘接触，他就照做了。以前唐朝那个仪承英宰相问惠宗国师，惠宗国师说呢，讲无明跟智慧。那仪承英宰相就问惠宗国师啊，他说：“师父，那无明怎么起来的、啊？无明在哪里？你看他在问，就是无明问无明啊。”他本身就是无明，他无明在问无明啊，对不对？本身这个心如果是妄心，那是无明问无明嘛。无明啊，我们禅家讲啊，大圣经讲，无明本空，本觉本有。那本觉就是我们的佛性，无明就是烦恼，就是凡夫。那慧宗国师就问他呢，慧宗国师很会教学生啊，他就是什么叫做？观机斗教，他明明知道他是宰相，一品大员的宰相，一品大官。他说：“你是几品官呢、啊？”那个仪承英说：“我是一品官啊，我宰相啊。”他讲宰相的时候已经很生气的，那个我已经跑出来，而且我嗔我爱那个嗔已经出来了，那剑就拔出来了。那一成宰相剑拔出来以后呢，还很生气。那惠宗国师就说：“哎，无明就这样出来了，啊，这就是无明。你刚才不是问无明从哪来的吗？无明就这样的，所以无明在哪里？无明在我们根尘接触嘛。人跟人接触一定会产生无明，会有习气毛病嘛，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修嘛。不然你怎么有办法成佛呢？”你躲在深山里面，坐在树林底下，你在那边打禅坐，你
你还想风声太大呢？晚上还嫌那个虫鸣鸟叫那个鸟太吵了呢，对不对？那个蝉的声音叫得太大声，扰乱你的清净心呢。哪个地方可以清净呢？对不对？你这个娑婆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蹲得住，你极乐世界你的禅定观可以坐得住吗？哦，所以啊，佛陀告诉我们不要住色布施，不要住声香味触法布施，我们就在从每天的六根接触六尘，在行住坐卧，在待人处事的过程里面，你在上班，不管你是公务人员，是一般生意人，莆田林氏就在做生意里面，他在卖粉团嘛，在做生意里面，他去修不住六尘布施呢，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老菩萨而已呢，他就懂了这个金刚经的道理耶。所以佛告诉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一相，何以故？佛陀说，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啊。我们兼贪计较，那福报一点点而已啊。我们无所求的布施，三轮体空的布施，那个福德不能够计算的，不可思量的。所以我特别呢，把普天林氏呢这个布施呢，我来用《金刚经》呢不住六尘布施呢来做一个印证。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故事呢，冯卓安，啊，冯卓安呢，冯卓安太史之父，为义祥僧，隆冬早起复学，入邑一人，倒卧雪中，猛之半将矣，遂解己棉裘衣之，且扶归旧书。孟神呢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至诚心，吾遣韩起为孺子，己身卓安，遂名起。”那么这个呢，我们上一回我们有讲到这个宋朝的韩起，他当过宰相。那到明朝这一世呢，韩起又来投胎转世。那净空法师说呢，事实上这样呢，韩起是并没有出三界，没有解脱生死轮回。好，那么这个地方的文章内文是这样，很简单，就冯卓安的冯太，因为他是在明朝就是当太史，太史就是我们讲的翰林。那么他的父亲呢，为这个义祥僧呢，他是献血的一个僧员。那么隆冬就是一个冬天，很冷的冬天呢，早上要去复学，要去上学。那如果路边呢看到一个人呢倒卧在血堆里面，把他推动一下呢，血拨开看一下呢，已经半僵了，已经冻僵了。所以呢，解紧他就把自己的棉球呢，球是大衣呢，把这个棉球呢大衣呢脱下来，然后给他这个人呢穿，然后把他扶起来以后呢，把他救醒了，这个人被救活了。那么晚上呢，就梦到这个神呢给他托梦说呢，你救人一命呢，出自至诚心，很虔诚，那么我呢派这个韩琦呢为你的儿子，那就生出这个卓安了。所以卓安呢，洪卓安，卓安是字，那名字呢叫琦，叫这个呢啊，这个洪琦，他到明朝时候呢叫洪琦，那在宋朝呢叫这一个呢，宋朝时候我们有提过啊。那么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台州呢印上书，这一个第六个故事呢，台州印上书呢，壮脸习业以山中，夜鬼消极，往往惊人，功不惧也。一系闻鬼去云，
某妇以夫久客不归，翁姑逼其嫁人，民烈当一死以此，无得待矣。公遣麦田，得银四两，即为作其夫之书，即引还家。其父母见书，以所积不累遗之。继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想而无恙，父遂不嫁。其子后归，夫妇相保如初。公又闻鬼语曰：“吾当得待，奈此秀才坏无数。”啊，旁一鬼曰：“尔何不厚之？”曰：“上帝以慈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何得而厚之？”应公意志努力，善日加修，得日加厚，一岁积则坚固以正之。一亲戚有疾，则为起为迟；亦有横逆，则反攻自责，怡然顺受。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矣。那么这一段里面呢，是讲这个印尚书呢，啊，他在山中呢读书。那么读书以后呢，听到这个鬼呢，啊，在这两个鬼呢在对话，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来找这个字迹解释一下呢，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一个台州印尚书呢，哈，这个台州在哪里呢？台州在因为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哈，大陆就比他们比较清楚。台州就是在浙江的台州临海、温林、宣基、天台、临海、象山这一带的县市呢，叫台州。那么，印尚书呢是指印大友，哦，他尚书是我们讲说尚书是部长，哦，那么他本名呢叫印大友，他是在明嘉靖呢。的中间呢，他担任呢刑部尚书，刑部尚书都像我们现在的司法部长，啊，叫刑部尚书，哦，这个当很大了哈，哦。那另外他在担任呢，他在还没有当尚书以前呢，这个印大友本身呢，这个在明朝里面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为官很操守很好。他在当南京刑部主事的时候呢，他当官呢，那他有一个原则，卸包举，那个包呢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包公的包，啊，那举呢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而且的且，这个字呢念包举，那卸包举呢度请托，他当官的立场就是这样，哈，卸包举度请托，那什么叫包举呢？我们以前乡下，或者我们以前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到菜市场去买鱼肉、买菜，是不是要有那种很大的那个叶子？有没有？在山上去砍那个大叶子，然后上面就给它包那个鱼肉啦，那再把它包起来变成四角形，那有个线把它绑起来，那个叫做包举，那叫包举，就包鱼肉的包草包，叫草包。那么以前送给人家礼物呢，就用这样送，就是包一块肉啦，是什么送给人家，这叫包举，就送。所以后来就讲包举呢，就讲是送礼物的意思。那他这个印大友呢，他就是他不接受人家赠送礼物啊。那他在当这个刑部主事的时候呢，他这里面讲呢，是他也经常这样形容他自己的一个心境。他说：“事有片善，即为余养；家有余资，乐以正事。”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他是个读书人。他说呢：“我这么一颗片善，就是我这一点一念善心，
啊，如果人家有一点点做好事，他马上给他表扬，事有偏善呢，即为余养，把他表扬。家有余之呢，我如果家里我有一点点，还剩下一点钱，我马上拿出去帮助别人，正事就是赈灾啦、布施。后来呢，他当到这个云南的布政司，广东的布政司。那云南跟广东呢，都产这个明珠跟象牙，还有这个犀角，好、哦、像犀牛角那个犀角，这、就是进口的。那么他从来呢不拦阻，他从来不会去要这些东西。然后呢，历史的记载呢，说他每一次卸任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官行呢一单书，民送两行泪。就是这个当官的呢，要离开的时候呢，挑了一单的一来大大那个书童帮他挑那个书呢，的官行一单书，就是挑一扁担的一个书。那民众两边送呢，的民送两行泪来欢送他，对他感恩戴德。他担任御史的时候，跟刑部尚书的时候呢，常常他会因为御史要去调查嘛。而且这个办人家的案子啊，那人家就会说他得这个这样做会得罪朝廷啊。那这个印大爷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为命官呢，只知守三尺法，不知其他。”他说：“我是朝廷皇帝当命我做官，我呢，我只知道守住三尺法。那什么叫三尺法？古代的那个。”三尺法就讲法律啦，古代的法律条文在我们还没有纸张以前，都写在这个竹子去做那个竹简嘛，好，古代的竹简，那竹简呢刚好是三尺，那上面就写法条啊，上什么法条，那就剪开了，像一本书一样。所以他说呢，无为命官呢，只知守三尺法，不知其他。那么后来呢，碰到这个奸臣呢，严嵩，啊。严格的严，嵩山的嵩，这个我们讲历史上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臣大臣呢，这很，他就是在贪赃枉法。那严嵩呢，他是在这一个1480年到1569年，他本身呢会谄媚皇帝，他当到少傅以及太子的少师哦，揽钱贪贿，如果人家批评他呢，都遭他杀害。那后来他的儿子哈。这个严世蕃呢也是一样横行不法，后来就被这个一个御史呢叫周运龙呢罢官，就罢严嵩。这个严嵩后来在哪里死掉呢？严嵩后来权力那么大呢，后来被罢官以后呢，睡在坟墓里面饿死了。严嵩哈，那么这个印大友呢，他后来就因为严嵩的关系呢，他就被严嵩罢官嘛。那罢了以后呢，他后来就回到他的家乡去培养人才，办教育，然后呢，他潜心这个易经，后来写了一本《周易传易成理》，啊，他后来活到95岁，啊，那么习业以三中呢，这个习业呢就是学习，啊，学习读书了，那翁姑呢就是翁姑就是公婆。啊，第五行，这个翁姑呢是公婆。第六行呢，公钱卖田呢，这个钱呢就是暗中，啊，暗中。那么再下来呢，我们看136页，这个上帝呢，这个上帝就指我们讲天地了哈。那维起。维持，这第三行这个维起维持呢，维起就是辗转，那么维持呢就是维护帮助，好，那么这个是这个印尚书哈，台州印尚书呢壮年习业，那他年轻的时候呢在山中呢，那么因为要准备考试呢，在山中读书，那么夜鬼消极呢，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听到这个鬼哭的声音哦。那么这个地方，我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是说他为什么可以听到这个鬼哭的声音呢、啊？
好，那这个我就讲我个人的一个经验，跟各位讲，为什么他可以听得到？好，听得到。以前我在台北市民管中心当主任服务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办公室的对面呢，就是有住了一些呢，我们以前这边领导的一些他的侍卫住的地方。那我一个部属呢，他就到这个新庄那边呢，他去跟几个朋友在聊天。那么这里我们办公室的对面呢，这些老前辈呢，在往生的这些老前辈呢，他们以前都当过军官，当这个军官，但是已经往生了，但是并还没有去投胎转世，也没有人给他超度。那他就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一个同事过去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他那个拜访那个朋友呢，正好他有那一种好像类似那种那个能够通灵的那个能力，就跟我这个部属讲了，他说那你们那个主任啊都没有帮我们超度啊，因为我在那边当主任嘛，他说那主任都没有帮我超度啊，因为我想我去那边当主任呢，我也不方便说在办公室办法会啊，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在公家单位他有公家单位的规矩啊。但是他透过那一位修道人呢，跟我这个部属讲这句话，那我的部属就跟我讲啊，那我也不敢大意啊，他跟我讲，我也想说，他们既然已经提出来了，那我就帮他做个法会吧，我就利用假日啊，在那个我办公室那个时候办公室，我们那个办公室很大，就在那个一楼呢，帮他做一堂30系念法会。好像是做30系念。那么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同仁呢，就跟我讲，他在里面当祭司啊。他说：“主任啊，那你要办法会哦，可不可以顺便帮我你哦，来超度一个牌位？”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女儿呢，念这个士林呢，有一所私立的高中女中。”他说有一次呢，在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呢，他穿运动衣、运动裤出去运动的时候呢，后来就身体不舒服回来了。回来以后呢，那就在这个楼梯口呢上去的时候呢，要去上寝室的时候呢，就看到穿一件红色上衣跟裤子的一个人，他就这样亲眼看到，这个是真的真人真事，所以我就刚刚讲到这个印上书，听到这个夜鬼消极呢。我就讲这个故事给固定了，印证说这个不是编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印上是会听得到，那这我就没办法去探讨。那我刚刚讲说我这个同事跟我讲说要立个牌位超度，那你要知道他有些有缘找上你的，有些都是有过去生的因缘，或者他也许是冤亲债主，他也不见得说呢你说超度他愿意和解，除非你有很大的一个功德力。那么我说好啊，那就帮他立个牌位啊。就那天晚上我还真听到有人在我家后面在哭。那哭到几点呢？哭到凌晨2点。所以我当时就知道，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不动声色，你知道吗？因为我家后面就是山嘛，半夜2点怎么还会有人在哭呢？那我的女儿就在跟我讲，她起来问我，她说：“爸爸，后面怎么会有人在哭呢？”她说：“怎么会有人在哭呢？”我说：“我就怕小孩子会怕。”我说：“隔壁夫妻吵架了，大概夫妻吵架在哭了哈。”那我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出去到楼上啊，到书房去跟靠着窗户讲啊。我说如果你不愿意超度，你也用不着这样啊，你不愿意超度的话就不愿意超度啊，你不愿意和解就不愿意和解啊，有必要这样来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吗？我说好好好，如果你们真的不愿意和解，有些他带了很大的诚心，他也带了很大的怨，他可能全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对方给他造了很大的苦恼，这有可能。那我就跟你讲一下，我说冤宜解不宜解，那如果你不愿意和解，那
活菩萨也没有办法，活菩萨随顺众生。我说好了吧，那你就回去，明天我会跟法师讲，因为明天就要法会了，我说明天再跟法师讲。事实上我是安慰他的，牌子还是照立了。我们学佛人怎么可以，所以可以这个舍弃众生呢？结果第二天起来开始做法会的时候啊，那个打宝钟鼓那个法师啊，从头哭到尾，就一直哭一直哭了。那个法师不怎么哭，怎么自己会哭，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就从开始唱戒定真香开始哭，哭到结束，一直在哭。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在忏悔，在礼佛求忏悔，活菩萨给他们化解他们这个无始劫的这个冤业，这个纠缠。所以这个地方呢，我相信，哈，台州印上师呢，壮年息业已三中，业鬼消极，往往惊人，功不济也。但是呢，他看起来是很恐怖，但是呢，这个印上师印大友呢，他不会觉得恐惧。那么有一天晚上呢，就听到鬼在对话，啊，那么某妇呢，已夫久库未归，有一位妇人呢，她的丈夫呢，因为长久在外做客呢，没有回来。那么她的公婆呢，她的公婆呢，翁姑就是她的公公跟婆婆呢，要逼她嫁人，因为以为她的儿子呢，已经客死他乡了，所以呢，要逼她媳妇呢，改嫁给别人。那么这个媳妇呢，还算是非常的贤惠，她不愿意离开这个她丈夫，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所以呢，她就想说呢，以来自杀呢，来明志。所以呢，第二天晚上呢，因为鬼他有这个报通，他知道呢，这一个他的媳妇呢，可能会在这边自杀，所以说明月当一死一死，这个鬼本身有报通，他会事先知道说你动了念头了，他会知道。啊，这个他媳妇动了念头呢，那么这个鬼知道了，他说无德代也，他妈我就可以呢来替代了，这我们讲的就叫抓交替。那公钱卖田呢，这个印大友呢就暗中去把田卖掉，得银四两，卖的四两银子，去围坐其夫之书，就假装是他丈夫呢写一封家书回去报平安，然后顺便呢，在这个家书里面呢，附上四两银子。那么他的父母看到这个家书，就觉得很奇怪了。他说呢，如果以手机来讲，这个笔记来讲呢，不太像我的儿子的笔记啊。但是他又说了，他的父母又说了，他说信可以假。他说银子应该不会假，怎么会有人寄银子给我们呢？他说想而无恙，他大概我的儿子应该没有事。那么妇呢睡不嫁，那他这个媳妇呢就保全下人，不用再改嫁，其子后归呢，后来他的丈夫就回来了，夫妇呢相保如初，那么他们夫妻呢又和好了。公又闻鬼爷，那这个印大友呢，印上书呢，又听到鬼在对话的声音呢、啊。上我说我当得代，我可以本来可以替代，可以替代啊。那一次这个秀才呢，哈，印秀才破坏我的好事啊。那旁边有一个鬼就说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嫁祸给他呢？我们所谓的什么叫嫁祸啊？那鬼神会作怪啊，哈，他会给你做一些状况啊。他说何不嫁祸于他呢？那么另外一个鬼说了，他说这个上帝呢啊，以这个人心好，命做阴德上师，已经将他做阴德上师的了，我怎么可以办法去代替他呢？好，那么印公呢听完以后呢，就更加的努力啊，更加的努力，而且善日家就是再更努力的去行善。那当然呢，他的德行呢，那就更加的这个加厚了，就更加的增长。那么遇到这个岁机呢，遇到有这个荒年的时候呢，啊，粮食不足的时候呢，他常常呢，折煎呢，就是常常煎这个稻谷煎米呢，来赈济这个灾民，啊，赈济灾民。
那么遇到亲戚呢有疾，如果遇到他的亲戚里面啊有这个急迫啊金钱的这个需要呢，那么则为取呢为此，他可能自己本身呢也不是说很宽裕，但是呢他常常会想办法呢来帮助这些亲戚呢能够应急啊，能够渡过难关。那么遇到有横逆呢，他如果遇到有自己有一些啊这一个自己的一些不顺，就横逆呢，那么他则呢反躬自省，他常常自己检讨自己，而且呢自己呢自反躬自责，好反躬自责，那么疑难顺受，而且呢他能够呢接能够顺受啊，很欢喜的接受这些横逆跟困境，那么子孙呢登科第者呢金累累，那么这个印上书的后代呢也都能够考取功名。那么讲到这里呢，老和尚也有提到说，这个为什么以前读书人呢会习业于山中，为什么会跑到山上去读书，因为呢以前的丛林都盖在山上，那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普及，就有图书馆还有学校这么多，所以以前呢藏书比较多的都在一些大户人家，比如说我们讲窦燕山，他在他家里面南方盖了40间的书院，那藏书呢有1000册，那是他家里环境很好啊。那第二个呢，老和尚说第二个藏书比较丰富的地方就是佛寺，我们一般讲叫藏经阁。那印光大师呢在浙江普陀山藏经阁，在那边深入经藏32年，所以成为一代的净土宗的祖师印光大师。所以以前的读书人，他要考状元要考举人以前，他都会到山上的佛寺去进修，那么贴一点常住的费用。那在那边有什么好处呢？他看书方便，而且以前老和尚讲的，以前这个佛寺从里面的禅师也好法师也好，他们都呢智慧非常高，他们的这个儒家的底子呢学问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只要不懂的地方，他们只要请教师父，那往往那是那个丛林里面那个师父的高僧大德呢都可以跟他们当场解除他们的疑惑。好，所以老法师讲说呢，以前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学风。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刚刚讲说他听得到这两个鬼的对话，好，这两个鬼的对话，各位你要知道啊，我们这个灵性是不灭的，我们的灵性就是我们这个觉性，我们这个觉性就是各位现在在用的，你现在用了这个觉性呢，因为你现在迷惑不解，迷惑不解以后呢，所以你现在这个觉性呢就变成啊无明，以后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无明长六出，那这个真如呢就变阿赖耶了，真如就变阿赖耶了，那么这个真心呢就变成妄心了，那它是真心呢跟真妄呢它是合的，我们讲说离妄即见真，你只要放下这个妄心，那真心就现前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真如这个觉性里面呢，它有见闻觉知的作用，我们所谓的这个灵性啊，一般名了又叫做灵魂，我们这个灵性里面呢它有这个觉知的作用。什么叫见闻觉知？眼在见，耳在听。所以你这个觉性呢，这个灵性如果离开这个肉体的，它见闻觉知的作用还是一样有。所以为什么这个印上书在山中呢？他听到两个鬼在对话，可是两个鬼没有身体啊，他怎么会有听到声音呢？这见闻觉知的作用，见闻觉知的作用，所以你就会听到。当然，他这个印上书可能有特别的一个磁场，他可以感应得到。或者一般来讲的话呢，你是不容易进到，因为它是不同维次空间嘛，不同维次空间，你不可能听到他们的对话声音的。那这个觉性呢，这个灵性有见闻觉知作用，见闻觉知作用，我就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它是不思议的。我们是因为来投胎转世以后，沿着业力，带着业力来这个人世间受报，我们说我们叫做业报身，沿着十二因缘，我们讲说无明行事，
民受六度畜受爱其有生老死，过去生的无名形式，啊，过去生也跟这一世一样，有这个无名的习气烦恼，那一样会有身口意十二业十三业，就会有造了这个三业跟二业，那有这个十三业跟十二业呢，就有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叫无名形式。那等到上一世离开那个肉体的时候，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识，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在哪里？在你这个这一念心里面，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就是你这一念心，明了以后就叫阿赖耶识嘛。那离开上世那个肉体以后，找到这一世的父母投胎转世，所以就借父母的因缘呢，到父母的这个胎里面呢入胎。那入胎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这一个这个阿赖耶识这个灵魂的夜识呢就进去了，然后呢就借着父精母血合合而成，就四大五蕴就成了。那就那个在佛经上叫明色，三个月的时候它就是还没有形成肉体呢，就是一个明跟色就是物质，那明呢就是阿赖耶识，然后呢开始就长出六根出来，然后在十个月怀胎，然后就出来明色，那就开始长出六入了。那接触十月出来以后呢，六入触受爱其有接触，那就有受受想行识，那就有就落下了业识的种子了，就又造这个善跟恶的，好，然后再生老死，就受到因缘。所以刚才讲说，印上师在山中听了这个两个鬼在对话，我就讲我自己的家人的一个故事。我小时候呢，在当国中的时候，那因为我爸爸本身呢，他是一个道家的那个庙的一个住持。那我的个二舅妈呢，是台湾的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那么他的原住民的话呢，叫 Omega， 哈，我们台湾的高山族，我们现在都叫原住民，哈，不叫高山族，叫原住民。那么他呢，因为在家里这样，像天气这么热，在我这个外祖母的这个房子的前面的那个水泥地啊，在晒那个稻谷。在稻谷，那因为天气太热呢，那就中暑以后呢，然后这个紧急的送到罗东的圣母医院去急救。那中暑以后，他这个啊有这个粪便呢，哈，这个掉在这个裤子里面去了，就排泄出来，所以他就有这个，他最后那个因念，那一念要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身体上很脏，所以李炳老居士说呢。他说：“我们人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呢，我们人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最后一念决定他投生的法界。”他说呢：“强者先迁。”李老师讲说呢：“强者先迁。”什么叫强者？这哪一个业识的种子最强，他就拉走了。所以他才说呢：“气候来先做主公。”唯识学里面这样讲，什么叫去后来先做主公呢？去后就是人要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他最后离开。我们所谓的地水火风呢，身体开始僵硬了，身体开始僵硬，啊，那血液开始停止流动，的地就开始分离了。地水火风嘛，那水呢，就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口水就不再流动了。那我们的火呢，我们的体温呢就开始退开，我们的这个体温就开始退开，人就开始冰冷了。那这个风呢先停止，地水有风的风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先停止，一气不来就隔世了。所以地水有风呢，风就是我们的一口气，所以我们的地大水大风大火大，地大就是我们身体的僵硬，那水大呢就是我们的湿润性，我们有水，有口水，我们有血液。那火大呢，就是我们有体温，所以我们的体温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低太高都危险。那风大呢，就是流动性，我们的气有流动性，所以我们身体如果气不通的时候，我们人会很不舒服。
啊，就哎呀，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很怪，这个背部很酸了，气不通，就不行了。所以它有地大直爱性，水大湿润性，所以你一定要喝水。你不喝水不行，你那个喝水，你所吃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啊，那些毒素了都排不出去，那是湿润性。那火大呢，就是炎热性，它需要调温。所以你突然间生气的时候呢，它突然间你暴跳如雷的时候呢，那个体温会失控，那火大会失控。那轰大呢，就是流动性。身体呢是这四大合合的，一旦要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个四大就开始分散了。所以气候就是最后离开的。来先就是要投胎的时候呢，他先在旁边等，就来先做主公。那个公，主公是谁？就是你的觉性，你的灵性。迷了以后呢，叫灵魂；悟的时候叫觉性。所以你看，檀悉达瓦斯他就可以当家做主啊。他到东北去投胎去找他父母，成他的母胎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借你房子住好不好？”他妈妈听不懂，说皇子要问男人啊，就问他丈夫啊。他说你答应就可以了，因为肚子是他妈妈的。他说你答应就可以算数了。他说不行，我要问男人。他是借姻缘而已啊，借他妈妈的肚子的姻缘出来而已啊，这么清楚啊。大菩萨才会这么清楚，为什么？他绝有不明，他自己当家做主，他业障清空，业消自然。智慧开了，他自己知道要去哪里，都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大菩萨的修持啊，所以叫气候来先做主公，你只可以自己做决定。主公就是这个成本里面你自己来做主。所以李老师、李炳老就是说什么？你临命中的时候断气的那一刹那，你看是你有没有起贪嗔痴慢疑？如果你最后一个念头是贪爱啊，那不行啊，那要很慧力来拉，很慧力来拉。那如果起嗔心呢，也不行，对不对？但是往往都在善知识的开导，善知识开导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临终说法？善知识开导可以把它引导到善境界啊。像我以前讲过一个公案，就道正法师他去开示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师姐他也修得很好啊，平常都在帮人家助念啊，但是他生了一个17岁的智障儿啊，他是单亲家庭，好，就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小孩的，他平常都在帮人家助念啊，都告诉人家放下，可是轮到他的时候他放不下。他放不下什么？他不是放不下他自己，他放不下情子，他这个儿子智障啊！他想说，我走了又谁照顾他？他想说，我走了谁照顾他？所以他就一直念佛的正念提不起来嘛。所以讲说，你平常念佛，哈，不如病中念佛；病中念佛，不如梦中念佛；梦中念佛，不如临终念佛啊！哎，正念不是那么容易的呢。障碍只要一现前，你马上念佛的心就变成妄心了呢。你妄心一现前，这个贪嗔痴慢一现前，你佛心就不见了呢。所以当时他念佛念不下去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被病苦考倒，被这个病苦，还有世间的这个情子考倒，尤其是病苦是严重的，严重到病很痛的时候，佛念不出来啊。所以，那个居士平常都在帮人家开示，也帮人家念佛。那其他带助念的那个师姐说：“哎呀，师姐你这样不行啊，你怎么可以往生极乐？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起贪爱呢？”就开始责备他，骂他，也不是说骂他，就责备他，就责备的很重啊。那个师姐瞪他一下，不然换你躺这里好不好？他讲这样的话，已经是起无明了。不是正知正见了，那大家都没办法，现场疯掉了。
就赶快去找请进道正法师来。道正法师来就用给他安慰说啊，所以地藏菩萨在这善安慰说啊，你要安慰他，要顺他的语气来安慰他。道正法师就这个安慰他的手，他说：“你平常都为众生这么辛苦，都为众生的忙碌，你这两个手都为众生而奔波，你为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为的就是极乐世界。”他说：“对呀、啊，那你把这些福德转成极乐啊。”然后道正法师再帮他按两个腿啊，你说这两个腿啊，都为众生奔波，来回奔波，辛劳。为什么辛劳？为谁辛劳？他说：“为众生辛劳，为菩提辛劳，为极乐辛劳。”那个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病人啊，两行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就留下一个忏悔的眼泪了。那师父就跟他讲，我们把所行的一切菩萨行导归极乐，好不好？你就放下你这个儿子十七岁的这个智障哦，国家会照顾你，不要放在心上，佛菩萨会安排，你只要去了，你就有能力安排他以后谁来照顾他。你没有去极乐世界，你就没有能力去照顾安排。他听进去了，就住念三十分钟就舍报了。如果你跟他责备，哎呀，师姐，你这样退转，你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他其实承认是当下堕地狱啊，他当下堕地狱啊，所以临命中的念头决定他的法界啊。我这个二舅妈就是这样啊，临命中就觉得是他裤子里面有粪便，很脏啊，他没有办法放不下，他觉得因为他最后的那个阿赖耶识里面落下的种子就是粪便掉在裤子里面呢、啊。结果他往生的时候头七啊，就附在我三舅妈身上啊，我三舅妈姓萧啊。我那一天跟我爸爸去啊，凌晨两点多，我好奇，我就小时候也是比较调皮，就跟着大人走，那一直盯着我二舅妈跟三舅妈，而且盯着我。那时候去就说奇怪，我三舅妈怎么变成二舅妈的声音？她完全变二舅妈的声音去了，我三舅妈声音不见了，到哪去我不知道。那就很好奇，说奇怪，我三舅妈声音怎么不见呢？那我父亲就问我二舅妈说。哎呀，阿美狗，那你阿美狗，你现在有什么要求呢？他说：第一个，我裤子里面很脏了，你要再送我衣服啦。哎，有执着啊，有执着你就比较随顺了。他说：好了，我爸说那没问题了，再送你一件新的了。那第二个再提了，他说我这个小孩啊，他小孩叫阿三呐、啊，还有三个女儿，他都很小啊。那我二舅叫做阿灿呐、啊。他就交代说哈，交代我爸爸说呢，你跟阿灿讲啊，哈，不能再起那个这个二太太啊，那欺负这个小孩子啊。我爸爸说，好好好，那我会交代。我二舅啊，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为了这个事情，到现在不敢起二太太啊，不敢再细选了。好，那这样子给他交代完了以后，那时候我们也没学佛，就是要么就是助念。对不对？要不然把他做佛事功德超拔他，给他做资粮都不知道，所以没有学我就没那个智慧，何况是乡下呢？然后他讲完以后呢，都交代清楚以后呢，啪就睡下去，就睡着死，就躺。哎，他讲的时候是坐着呢，眼睛是闭起来的呢，都我亲眼看到的。那我那时候就很讶异说，那我三舅妈的灵魂到哪去的呢？啊，怎么身体被占领的呢？这我第一次看到，很惊讶。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灵性有见闻觉知的作用？你看，没有肉体，借肉体讲话。所以你不相信轮回吗？你不相信因果吗？你要相信灵性不灭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因为讲完以后，我三舅妈就躺在就睡着了。睡着以后我们就离开了。第二天我就很好奇，就去问萧三舅妈说：“啊，你昨天怎么样了？”我也不敢讲说你昨天被附身了，这话我都不能讲啊。我说：“那三舅妈，那你昨天怎么样？”你说：“没有，昨天很好睡啊，我睡得很饱啊。”不知道就好了，就不讲了。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给各位听说，各位不要以为印上师听到这两个鬼对话，你认为是虚构出来，那就错了，是确有其事。只是说为什么印上师会听得到这个，我倒是很好奇啊。所以呢，老和尚有讲说呢，啊，老和尚有讲说这个吊死鬼，因为这个鬼他是要找替代嘛。他说这个吊死鬼呢，他一定要找替身，要不然他就没办法去超度，没办法离开那个苦趣、那个痛苦的地方，啊，他也没办法去脱胎。所以佛法里面呢说的很少，但是道教里面呢说的比较多，对这种事情呢说的很多。那尤其是横死的、自杀的。都要找替身，所以自杀他是很痛苦的。那我们有一个莲友呢，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呢，也是因为自杀，那后来回来托梦呢，是真的跟经典讲的一样，说真的要重复，要重复去自杀，重复去这个去，他是七天呢就要重复自杀一次，他是很痛苦的，所以自杀呢是万万做不得。好，道家讲呢。每七天要重复表演一次，所以非常的苦。那上吊也是一样，每七天呢要上吊一次。那什么时候找得到替身呢？什么时候才能够脱身？那跳楼死的呢？七天要跳一次。他说这老和尚说这可怜不可怜呢？所以人呢，再怎么不得已，都不可以有自杀的念头，这是决定错误的行为，万万不可。但是呢，念佛绝对可以帮助超度。好，这个刚刚讲是上吊自杀，我们讲是跳火自杀的。我表哥的这个，不是我表妹，是我表哥的弟弟呢，他的太太。因为呢，我表哥的这个弟弟呢，本身已经结婚了。而且呢，就不太守规矩，那他就有女朋友了。那么他的太太就想不开，就穿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裤子呢，就自杀了。在哪里自杀呢？在台北县的华江桥跳下去。那一天呢，我正好在新店在做义工，我在除草，我表哥到台北来。他说：“哎呀，柏林啊，拜托你啦，你念佛的吼，你帮我一下啦。这个你表弟的太太在台北这边的，这个跳火自杀了。那后来呢，我赶过去以前，我前一天晚上就做一个梦，我就做一个梦，我那时候醒来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做这个梦？”所以为什么净空法师说他这个地方会有替身？后来我事后去了解，那个跳的地点很多人跳过，就台北县跟台北市这个桥里面，那个桥呢，哈，就常常在那边有在那边跳河自杀，就老法师讲的没有错啊，他就会重复在那边发生啊。那我表弟的太太就在那边跳了、啊，可是我前天晚上我就做梦，梦到我人到海中央去。那我海中央去，我坐什么船呢？就平底船。那我梦醒以后，我也搞不清楚说怎么会有这个梦。结果我表哥就叫我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就带了引磬跟一个引磬的袋子，我就自己开车，我就过去了，就到那个桥下。桥下以后呢，我就上了消防队的救生艇。那救生艇呢，就出去开始要找，在那个河流里面、急流里面找那个尸体啊。当我跳进去那个消防队的快艇的时候，我恍然大悟说：“啊，昨天晚上那个梦境就是这个平底船啊，我前天晚上就先看到了。”我说：“这个平底船啊，就坐上去了，找了很久找不到，找整个晚上找不到。那我大舅也来，我二舅也来。那天晚上我在这边，我在那个河边念佛，我一直打引磬念佛。”我相信他听得到，我用引磬声音带。那我二舅呢？我大舅他们呢？就怎么样呢？就用台湾的习俗在旁边烧金纸。
然后就用个竹竿很长，上面把他的衣服挂上去，然后就招魂。哎呀，某某人，请你回来啦，某某人，请你上来啦，就一直在那边用竹竿在那边摇衣服，这是台湾人的习俗。我后来练到晚上，因为天黑了就要回家，我说明天再找吧，那我就开我的车回去了。哎，我一上车开到一半，我的眼镜，我竟然会注意到我的眼镜袋一打开，里面有身份证。那时候身份证就很奇怪，说：“哎，那身份证怎么有王某某？就是这位我表弟的太太的身份证跑到我的眼镜袋里面去。”我说：“哎，奇怪，那怎么跑到我的眼镜袋里面去呀？”我当下，活菩萨好像仿佛给我一个灵感，说：“啊，他要借念佛引庆声音上来了。”因为我把身份证跟引庆袋跟引庆，我做一个联想，说他必须借佛力才有办法拉上来，业力嘛。当天晚上回去啊，我就跟阿弥陀佛还有地藏王菩萨祈祷，我说：“哦，阿弥陀佛，地藏菩萨，我几个舅舅都没学佛，他们都是乡下的宗教信仰，就是道教拜教，道教拜拜。”我说：“你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说呢，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好，我说：“菩萨呢，你要帮助我呢，让我明天早上能够找到他的大体。”当天晚上我就做一个梦，我就梦见呢，我到一个很黑暗的地方，两边都像仓库的库房。我们如果工厂不是有仓库的库房吗？那库房不是有层板吗？一层一层这么，那里面都放我们所谓的工厂的备料吗？它不是放备料，那个层板上面都放尸体，一层一层的。而我的梦境就直接讲说找到了，我梦境就知道说找到了。就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跟家人讲说，今天去应该会找得到。我说我梦见说找到了。结果呢，第二天去我继续用念佛，他们继续用他们的方式，我继续用念佛，到下午的时候就找到了，卡在离我们念佛，但我左边念佛的位置大概不到50公尺到70公尺的那个河岸旁边，不是有很多种了一些树吗？那么很多树以后就按在岸边嘛，那岸边以后会有很多那些晦气物，那些棍子的那些绳子的就会集中在那个地方嘛，它卡在里面出不来，那就等于都全身都是泥巴了，已经在水中泡两天了。那么他消防队把他用丝带把它包起来的时候，我在旁边呢，我就开始练阿弥陀佛心经色。哦，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练佛，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三个莲友讲，我说我们练往生咒，每一个人各练108遍。我说你练108，我练108，我练108。哎，1080的样子啊，还是108遍？108遍，对，108遍。练完108遍的往生咒以后，我就开始去练佛了。练完佛以后呢，在练佛的时候，可能产生一些不思议现象。我们在那个桥的下面水泥地助念嘛，哦，那个鸟就飞过来，在这个大理上面，那个鸟这边盘旋，这鸟在晚上差不多黄昏的时候，鸟这边盘旋呐、啊，好多只鸟。那我们就开始在那边念佛，念完佛以后，我就跟我这位亲戚说法，我说呢，我们呢，我说你在你啊往生前，我们都没有机会认识哈，因为很少见面嘛。我说呢，那我也没有机会呢来跟你说佛法安慰你，那你今天呢选择这种方式离开人世呢，我觉得是呢不是很恰当，但是呢我希望你这个时候呢能够呢啊生一个忏悔心哈、啊、当然我是你一定是带了很多的怨气离开的，但是呢我后来就说了佛法给他安慰他，我希望呢他化解这个怨气。我说呢，你就不要带着这个烟气离开这个世界。那后来呢，我就跟他说完以后，还不可思议，就是要跟他说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在跟
跟他讲因果的时候，他这个因为那个丝带是把他绑起来嘛，那后来也没有解开嘛，那就七孔就流血了。他为什么？他激动，他听到家人在跟他安慰，在说佛法。他临终这一刹那，他的心念转了，他起了一个忏悔的心，那跟着我们念佛，那后来这个事情呢，后来就圆满了。所以这个念佛功德呢，很不可思议，好，很不可思议。到后来还是靠这个念佛的力量呢，后来就找到。那么这个印章书这个呢，我们就到这里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这一个常熟呢，习奉子嗣，其父弑父呢，偶遇莲方，先兼诸以为同意之创。那么又分骨以正平法。夜闻鬼唱以门曰、哦、这也是鬼唱了、哦、千步逛万步逛，习家秀才做到举人郎，相惜而夫连列不断。四岁奉主呢国举以香，其父婴儿亦积德，孜孜不怠，造巧修路，斋生皆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后又闻鬼唱以门曰，千不逛万不逛，徐家几人直坐到都堂，奉主关中两则巡抚。那这个呢也是一个不思议的一个感应啦、啊、齁。很特别，跟前面那个印上书呢它是有点像齁、哦。有点像。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个内容齁、哦。常所习奉主呢这个徐用他是徐用子嗣，他是徐氏的哈。那么自其父呢，师父他们家里环境不错，哈，他们家的环境呢很好啊。我忆莲方呢，先兼诸以为同意之创。他们首先呢就把自己的这一个家里的这个，因为他们可能是田呢给人家做。给人家做呢，所以呢就把这个租金呢给佃农做的这个租金呢，他们把它这个减少，先捐出，把它捐出来，捐出来以后呢，以为同意，同意就是意就是县，好，让这个县里面呢这个县里面呢，算是他们首先做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他们先开始先把这个田租呢减免。因为遇到这个灾年荒年嘛，大家收成都不好，所以他的父亲呢就把这个租金呢全部减免了。而且呢他们又把这个稻谷呢收起来，这个稻米呢，然后就把它分出来以后呢，再拯救这些贫穷的人。那么做了不久以后呢，晚上就听到这一个这个鬼呢，鬼唱椅门口，鬼唱椅门口呢，就在他们家门口唱了，就像我刚才讲这样一样，我在讲我办公室那个法会的时候，我听到的那个道理一样，好，但是他有听到呢，这个鬼唱椅门口，那个我想这个呢是一种感应了，可能是他们的善行呢感应了这些龙天护法呢，那么这个鬼神呢。鬼神他也是会尊敬，待会我们就会讲故事呢。你如果行善，你为人这个至诚呢，那鬼神他都会给你恭敬的。所以晚上就听到这个鬼在门口唱了啊，千不逛万不逛哈。他这千不逛万不逛的意思呢，他们这个就有一种押韵的哈，有一种押韵，哈，这有一种唱押韵的味道呢。他说呢，这个绝对不说谎。绝对不说谎，他们徐家的这个秀才呢做到举人郎，我们乡试通过呢叫举人，所以他说呢做到举人郎，那就大家很大概是很多鬼众吧，相续而夫，就这样呢大家都这样讲说，哎呀，他们这个徐家呢举人做到举人郎，因为他刚好这个是一个押韵的句子，千不逛万不逛，徐家秀才做到举人郎，这种押韵的唱法连累不断，而且呢几乎是每天这样来这样告诉他们。那么那一年呢，奉主呢，徐奉主果然呢他就
在乡试里面呢，他就当考试通过呢，作为举人了。他的父亲呢，就更加的积德，孜孜不倦呢，就非常的精进的继续呢，来行功立德，造桥修路，啊，那么斋僧接众，啊，造桥是斋僧接众，凡是有利益的呢，他都一定尽心尽力，啊，尽心尽力。后来呢，又听到呢，那个鬼呢，在门口就唱了，他说：“千不逛，万不逛呢，徐家举人呢，直坐到都堂，啊，那都堂又比这刚才这个举人更高了，啊，官位更大了，啊，然后呢，徐凤祖到后来呢，他的官做到哪里呢？那就做到两浙，两浙为什么是两浙呢？他实际上就是浙江了，以前叫浙东浙西，古代叫浙东浙西，那实际上就是浙江，所以呢。”徐凤祖呢，就做到呢浙江的巡抚，巡抚就超过两个省以上的啦，啊，两个省以上，布政使叫省长嘛，他在两个省以上的管两个省左右的，那就巡抚了哈。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后来他们的子孙的福报呢，哎，都很大啊。那么这个他的父亲呢，这样行功立德呢，啊，这样积功累德。那么在世间福报大，就是祖孙得到庇荫嘛。但是假如不是在世间的话，老法师讲说呢，他这个行功立德的人，他也会享受这个天福啊。那么有余福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就留给偶孙了啊，留给他自己的偶孙。所以善呢不能不修，不能不积，积善呢必定会有好的果报。那这里呢，刚才提到这一个两个故事，都跟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好像都跟鬼道众生有关了，哦。而且这是明朝到现在的，啊，颜了凡写的到现在啊，这印上书哈，啊，跟这一个长所徐凤祖啊，那我们就来去探讨一下，前面那个公案呢，是那两个鬼呢，其中一个要去抓交替，但是印上书救人。因为他太真诚了，去卖田，让这个家庭呢不至于夫妻呢婚离，这个功德很大，所以他变成被封为阴德上师，阴德就是他有阴德的上师，所以他在人间当部长，他在阴间他也当部长，所以那个鬼本来要害他，那个鬼说：“那你为什么不害他，嫁祸给他？”他说：“他已经被封为上帝封他为阴德上师。”我没有办法动他了。那后面这一个徐凤祖是他们捐珠还有分骨来救这些贫困的人，那鬼这些鬼神呢，在他们家门口来先跟他们预告说，他们家会的祖孙呢会得到功名。这个地方我就提一个故事，是近代的故事，就1915年虚云老法师，1915年呢，虚云老法师在这一个云南的祝圣寺举行这个春戒，那么期满以后呢，邓川县有一位姓丁的绅士，当地的绅士，他是在清朝当孝廉，那么他生了一个女儿，18岁，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嫁出去，那么有一天呢，突然间不省人事以后呢，全家就很慌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醒来以后呢，他女儿的声音呢就变男孩子的声音了。那么就指着他父亲呢就大骂，他说：“你这个丁某！”他女儿讲出来声音变男孩子的声音，就跟他爸爸讲说：“你这个丁某，你靠权势呢诬赖我是土匪，好，然后呢让我丧失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啊。前面有讲过说呢，有时候在窃盗贼里面呢，也有一些是冤枉的。所以说你要靠你的权势呢，你诬赖我是土匪，让我这个丧失我的生命。我是哪里呢？我是云南大理的西川人，我名字呢叫董作标。那当然，因为他已经往生了嘛，那这个应该是这个丁先生呢。他这一世里面他所造的冤业，他说：“我叫董作标，你还记得吗？
我竟然在阎王面前呢，啊，这一个阎王面前呢，我告准了，我要报八年之仇。换句话说，这个仇恨呢，已经结八年的冤孽了。说完以后呢，他这个被护身的女儿呢，就拿着刀呢，就追那个丁父。那这个丁姓丁的这位人家呢，就很害怕呢，就躲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敢回家。而且呢，这个董占彪呢，这个鬼道众生呢，他每天一定来，每天一定来。而且来的时候呢，那个他女儿的声音就变，闹得全家不安宁。那么当时呢，云南的这个鸡足山呢，就是住圣寺呢，虚云老法师就派他的两位僧众呢，一个叫素琴，一个叫素直，直日的直，素直，这两位比丘尼呢，要往到邓川去办事情，那就经过邓川了，经过丁家，那看到这个事情，那就看到这个鬼呢附这个女身了，凶恶可怕。那这两位呢，素琴跟素直这两位比丘呢，这位法师比丘尼呢，就跟这个鬼众说了，他说呢，你不要这样嘛，你这样会让地方不安呐、啊。然后那个鬼众就说了，他说你们出家人不要管，不要多事。那么这个两位法师就说了，他说本来也跟我们不相干，但是我们师父常说呢，冤家宜解不宜解，就虚云老法师跟他们开示。那么宜解一生呢，何时得了呢？那么这个鬼稍微就想一下，他说你们师父是谁啊？好，那这两位法师就说，住圣寺虚云和尚。好，那个鬼这么说的，哎，我也听过，所以你哪个师父修得好，他鬼道众生也知道啊。就像我们现在西空法界的众生都知道净空法师在说净土大经解科注一样的道理啊。护法龙天会知道，西空鬼神也会知道啊。他说：“哎，我听过，但是呢，我没见过，因为他没有机会去，当然没见过嘛。”他说：“可以跟我设戒吗？”哎，你看，鬼道一旦失去人身了，他没有说五戒。他说：“可以设戒吗？”所以，我们一般为什么佛寺会设幽冥戒？啊，这个庄居士呢，就曾经去过做过，在台北做过幽冥戒，就回来说感动到不行，那就什么？那是幽冥界众生，幽冥界众生欢喜啦、啊。他欢喜，你们就现场欢喜啦、啊。他如果不欢喜，你就不会欢喜啦、啊。所以他们说幽冥界。然后那两位法师说，大慈大悲度一切苦厄，怎么不可以呢？他就这样讲。然后呢，这两个出家人就欠这个鬼啦、啊。他说呢，我叫那个丁先生啊，出钱给你超度好不好？哎，这个我相信，因为我上次讲的故事里面讲我弟弟就是不愿意，所以不是你出钱去超度。我跟你讲过，为什么有些超度有些冤孽太深哦，真的还是必须要借很大的功德力来化解。你这样各位懂吗？不是说你去那边跟他立牌没有用，你的诚心够不够？你的真诚心够不够？你的愿心够不够？你的毅力够不够？那个师父跟他讲，那我们请这位丁先生出钱的超度好不好？他说丁某伤天害命，我才不要他的钱。你看他都知道 啊。然后我就说呢，他说那鬼又做声音，又做很恨的声音说出来了，此仇不报，我恨难平啊。所以你看这个冤气啊，带着生生世世啊，没完没了啊。老和尚说不是一死百了，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冤结，什么时候化解，你知道吗？当下，当下若能转进这统如来，当下要转进这样，要转冤亲债主为菩萨道理啊！你这样各位懂吗？你不要等到往生在立牌位，那都是像他这样讲很难超度啊。他说呢，此仇不报，我恨难平啊！带我去见问大王，
他们这个鬼道众生啊，老和尚讲，他们也有一个头在带，就他们的这个鬼的头目在带他们。他说呢，我回去呢，问过我大王，你们明天在这个地方等我。好，他是透过这个丁姓的这位女儿来讲话出来嘛。那么鬼去以后呢，这个女子就站起来了，又退开了嘛。退开以后就含羞入室，就跑到房间里面去了。那么第二天早上呢，鬼先来，那僧人后到，那鬼就责备僧人说：“你们不守信用，哎，你看，所以啊，我们不那个不守信用啊，啊，一定要遵守信用啊，哈。”他说：“你们不守信用。”那僧就告诉他，那个出家人就告诉他说：“啊，因为寺里面有很事情很多很忙啊，耽误了。”那鬼就说了：“他说我问过大王，说住圣寺是一个好道场，哎，你看。”也没有真修实干，那鬼道都知道，你可以骗得了世间人，你就骗不了龙天护啊，骗不了鬼神，他们都知道哦。你有没有在用功，他们也晓得哦。你如果每天在那边打瞌睡打混，他们也知道哦。他说呢，我问过我大王，住圣寺是个好道场，为什么会拥护你？因为你弘扬正法嘛，你讲经说法嘛。你解冤释贼嘛，你消灾免难嘛，他当然护你啊。他说呢，他说我们大王可以让我去，但要你们亲自护送。于是呢，地方士绅呢，十几个人呢，随同两个出家人到住圣寺，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各位，是在虚云老法师的回忆录里面讲出来的、啊。我们最近这边才刚演过。虚云大师传，他说：“你们两个出家人呢，亲自护送我，也是呢，地方士绅呢，十几个人就跟着两个出家人，把他护送到住圣寺，向老法师虚云老法师报告这个事情。第二天设坛为他们念经说戒，从此安静，超度了，这就是功德力。那讲到虚云老法师呢，我们上一回没有讲到。”我就利用时间呢，来讲吸引老法师的故事呢。我们上一回有讲到这个郊园外去朝五台山去求儿子，那碰到老僧呢，送给他一个秘方，希望他行功立德，邪堕燕山，那么就有好祖孙来投胎转世。那刚开始呢，他是那个郊园外，就是郊园外的父亲去求五台山的老僧嘛。再生一个教员外，那教员外生出一个儿子出来，那个儿子不好，他说我做什么缺德事，怎么会感召这个祖孙呢、啊？那后来他又去找那个老五台山的老僧，老僧就跟他讲，他说你要学堕燕山，行功立德，自然就会改变。虚云老法师呢，他是姓萧，他梁武帝的后裔，他的父亲呢是湖南湘乡人，哈，举人哦，他父亲是举人。他四十岁没有小孩，他的母亲姓观世音菩萨，就到观音寺去求儿子。那他母亲呢，同时也发心呢，把那个破庙修好，还有东关桥梁，东关桥那边有个桥梁，把它修好。回家呢，就看到梦到一位长胡须的、穿着青袍的老人，头顶上有观音菩萨，骑了一只老虎呢，骑虎跨虎而来。然后跳到这个床铺上，他的母亲就有孕了。道光二十年1842年，虚云老法师的父亲呢调前州府，那么老法师的这个母亲呢就剩下一团肉球，他母亲一看到生出来是一团肉球呢，一气之下就死掉了，肉包起来，肉球不是婴儿。后来呢碰到一个卖药的老翁过来，那活菩萨派来的，他说呢，让我看看，他就用个刀呢把它剖开，里面呢就是今天的虚云老法师，他在肉团里面，哈。咸丰八年1859年，19岁的时候呢，他呢在福州涌泉寺呢，李长开老法师呢剃度出家。20岁呢，因为他一出生就看不到他妈妈了，所以他要报母恩。所以呢，他43岁的时候，他发愿呢，
要朝五台山三年，三年朝五台山。43岁呢，有浙江普陀山呢华安起香，三步一拜。那么跟随他的呢有四位禅人，中途全部退转。然后呢，他到达这个黄河铁玉渡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岸边的时候呢，四下无人，茅棚一间，然后已经半夜了，下了纷纷的大雪，他在那边没有办法前进，就枯坐在那个茅房呢，在那边念佛，然后在里面呢奄奄一息，因为没有东西吃，七天了，昏迷。就来了一个乞丐，煮了一个黄米粥，还给他烧一个火，给他有暖气，没有冻死。那是谁呢？文吉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因为五台山呢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到45岁的时候呢，正月初二，老和尚又红虎寺起香，到黄沙岭破庙，日夜泻不停，就是一直拉，拉肚子。他只想着要明目待毙，要死掉了。又看到文吉呢，文吉哈、哦、菩萨来救他，他说：“大叔，你怎么还在这里呢？”那文吉就帮他洗衣服，给他煎药，然后煮个粥给他，然后拿那汗排出来以后呢，老和尚说：“我两次都蒙你救济啊，我感恩不尽啊。”那后来文吉菩萨说：“这样好了，你不要这样三步一拜，你这样。”太辛苦了，你用问讯就可以了。老法师说不要，好、哦。那文吉说呢，那、啊、我帮你背行李好了，你就继续朝。那老法师就跟他讲了，他说呢，我朝三功德啊，我一半分给你。他说不用，他说你是孝顺，我是随顺，我是随便顺便的、啊，不是随便，我顺便。那你是呢孝顺，那就到五台了。他到五台以后呢，他就去打听呢，打听以后。我说有没有个叫文吉和尚？前世里面说没有这个人，啊，后来就跟他讲说，那是文殊师利菩萨在跟你护持啦。那老和尚呢？他到九华山茅棚研究经教，后来到扬州高明寺呢，打了12个七，一个七七天嘛，12个七84天。他到大通抵港时候呢，结果因为要等那个渡船呢，那渡船因为没有钱嘛。结果呢，就掉到水沟里面，掉那个河水里面，就滚下去，一直滚滚到下面，被人家救起来。救起来以后呢，那么人家就给他衣服换一换，以后就给他送到高明寺去。那高明寺去以后呢，他就开始打这个12个七。他在打到这个第12个七的时候呢，他打到第十二个打十二个七呢，他有一天呢，在放香的时候。放香就他们禅宗里面，他们就是在等于说他们在那个他们有定课嘛，那定课中有个休息时间叫放香，他结果他眼睛一开，他看到大光明如白天，因为是晚上，看到大光明如白昼，内外洞彻，而且呢隔墙呢有看到他看到墙壁那一边呢香灯师呢在小解，然后又看到西丹师呢在厕所呢也在用厕所。然后又看到远方呢，河中的那个行船在走，他都看到了。那两岸的树林，他也看得很清楚，形形色色都见到了。那时候才打三个板。第二天，他问香灯师啊，他跟西丹师，他说果然不错，因为他也问这个西丹师跟这个香灯师说，昨天晚上那个时间，你们是不是在这个小姐？他说对。那么果然不错呢，后来老和尚呢就不以为意。到了第8个期的时候呢，那个开镜的时候呢，那个护期呢要倒开水。那个水呢，大概是有点热呢，这水就溅到了老和尚的舌上，老和尚的茶杯呢就掉下去。那一声呢破碎以后呢，顿断一根，庆快平生，然后大梦初醒，老和尚就说一首偈了。这个偈非常感人啊！他说：“悲死普罗帝，响声名利利，虚空混翠也，狂心当下喜。”又写一首偈说：“烫着手打翠杯，家破人亡已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我解释给各位听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解释完，我下回再补充。
杯子掉落地，佛法不离开日用，日用间。我们刚刚讲，我们的见闻觉知都在用它，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去回光返照这一念心的妙用。所以杯子拿的是平常拿的是什么？迷而不解，日用而不知。为什么？因为我们妄心嘛。可是他顿断一棍以后呢，他豁然开悟以后呢，他杯子落地的时候，扑隆扑落地的时候，打破那个他无始劫的这个疑根，跟这个无明，所以他听得很清楚，那个声音啪脆一声，听得很清楚，那个听得很清楚，谁在听呢？我们的觉性，我们的闻性在听，所以他说响声明利利，利利就是很清楚啊。虚空混沌，虚空什么？打破我们的我执，我们的法执，我们的根本无明啊，就是我们无始劫来这个我执跟法执啊，跟四十一品无明啊，虚空混沌也啊，打破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啊，狂心当下息啊，狂心就断掉了。禅宗里面讲，狂心歇。歇即菩提啊，你现在很愤怒，你愤怒放下来，那个心就是清净心，那个欢喜心就是如来，就是真如，就是佛心，就是慈悲。你现在很愤怒，很气他，很嫉妒，你放下来，放下这个嫉妒，放下这个嗔恨，放下来那个心就是慈悲心，就是欢喜心，就是佛心，就是慈悲，就是菩提心。狂心当下心，然后又写一首偈的，烫的手打翠杯，手去烫到，水烫到，你的觉性知道吗？觉性告诉你的嘛，不然你怎么会知道呢？觉性从来没有离开你，所以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打翠杯，杯子打破掉了，家破人亡已难开啊！什么叫家破人亡？那一种虚空混沌，所有的执着都放下来，哪一个境界没有办法跟人家说啊？他见到了，所有一切烦恼都全部断下来，哪一个境界要跟谁说？自己如饮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所以家破人亡已难开啊！那个人亡就是我执啊，那就是我们人的。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呐、啊，那家破我们就放不开这个家，这个肉体也是个家，家庭也是家，我们的这个喜欢这个道场也是个家，我们喜欢世间的所有一切也是个家，这个家就是木字旁再加一个加减的家，像枷锁一样把你扣住了，所以家破人亡已难开啊。顿开以后呢，春到花香处处秀啊，好像。春天到了，经过秋天跟冬天，春天到以后，处处都闻到那个花香，哎呀，美得不得了。春到花香处处秀啊，原来山河大地是如来啊。所以有名严寿大师说的，有名大师说的，扑通非他物，众红不是尘，山河即大地，前若法王身。老和尚讲，圆人说法，无法不圆。挑柴应水，吃饭做事，读经拜佛，做事情通通是佛法，哪一个不是佛法？山河大地是如来，一切有情无情同源种质。那今天我只能讲他前面的这个记忆，后面那个记忆有因缘我再说。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了凡四训记三篇之二就讲到这里，若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